準備冇錯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哇！最快出邊嘅體育名將啊，入邊拳王啊，跟住咧就拱兩步之下咧，亦都見到咧咁啊，中間嘅鑽石月光啊、金玫瑰啊、三隻馬對咗出嚟噶。進軍軍而家留住喺第四位，跟住拍雪步三排兩步之後拍上嚟啦。出邊外檔有金寶馬，然之後威力奇啊，再入邊內檔咧就鳳凰之星啦，出邊啊體育名將，後邊咧就先係見到水果茶啊，誒嗰只北方傳說啊，一帶一路啊，三隻馬包咗裏面啊，去到八百米段處啦，咁啊見到威力奇響鑽石月光咧已經響外檔啊搶咗出嚟啦，拳王守住喺第二位，入中间位置咧，拍雪之宝啊，出边外档咧，亦都有只马咧，亦都系准备铲上嚟啦。咁啊，嗰只就系金玫瑰啊，同埋嗰只进金刚啊，嗰啲马啦。咁啊，再后啲啲咧，先系见到咧埋栏嘅威力骑慢慢褪翻少少啦。咁啊，再之后咧，后边先系金宝马拉咗出外档啊，系呢几只马较为快少少啊。而家暂时嚟讲咧，就变内档拳王占先些少啊。咁啊，钻石月光都仲喺中间夹住，拍雪之宝就喺外档啊，出边外档有进金刚啊，同埋中间位置有金玫瑰，出边有金宝马。好啦，呢个时候拳王仲系占先些少，钻石月光可唔可以反胜？出边有只拍雪之宝，三只马拼埋过终点，过终点又三只马要影相啊！拍雪之宝响外档，中间就钻石月光，入边有只拳王。